爹，你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？就算你没有听说过赵子龙曾在家乡击退过敌人的英雄事迹，你至少也亲眼目睹过他上一场战役的表现吧？要不是因为他，你……好了，你冒险来前线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是。赵子龙单打独斗，或许擅长，但这跟统帅带兵是两回事。 成千上万的士兵兄弟们，和你、和我、和所有人都一样，都是娘生爹养的，都是有血有肉的。你说我能轻易把他交给一个初生之犊吗？谁说赵子龙不懂作战了？他可是读通了天下的兵书才来从军的。他读的那些兵书都是你编的。你什么你？ 他识字吗？他告诉你的。反正他一看就是会读书的那种。好了，大敌当前，用兵之事，岂有你一个小女子在这儿指手画脚？爹。好了，快退下。不。好了，快退下。退下！退下！ 郡主，我看两边很快就要打起来了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回去？回哪儿？当然是回城里啊。那相对安全一些。临阵脱逃，小心军阀处置。啊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将军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嗯，我爹一意孤行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军队吃下败仗。把东西拿来。什么呀？我让你准备的旗呢？ 这不太好吧？主公他没答应，让你拿你就拿，小心我抬出军法。哦，众人听令。 今日战役，我军听从赵云将军指挥，还有张奎所属的后卫营，全体亦作赵将军后盾，阵前立功。有令。子龙，我相信。 颜良文丑，在，命你二人为先锋，各引弓弩手一千，分作左右两队，在左者是公孙瓒右军，在右者是公孙瓒左军。得令。举义，在，命你引800弓手。 步兵15000，列于阵中，我将亲自引马步军数万，于后接应。诺。部下听令，冲啊！ 弓箭手准备。
上。好，过来。你们把东西搬那边去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老三，来，去。我说张奎，你什么时候改姓赵了？你是仰慕我赵子龙兄弟吗？这是宝月郡主的意思。子龙，前面战况吃紧，我军需要你。这，父帅未识英雄，把你放在了后军。可我公孙宝月却不一样，你快持枪上马，我带领娘子军还有后卫营听从赵将军的指挥，指挥打下一场辉煌的胜仗。子龙，袁绍此前作为秦王盟主，却始终立于朝廷诸侯，在这个时候就等你这样的有志之士是以迎头痛击，你还懂什么呢？众人听令，周怀忠率部与张奎后卫营以及平儿所率娘子军先行混编，男左在前，女兵在后，分左右两路随我冲杀。盐城十妹还有郡主与我后方压阵，清理敌残。诺诺诺诺。司令，司令，抓呀，滚呀，抓呀，抓呀。公孙瓒休走，吃俺一刀。驾。停。撤。撤。公孙瓒，你乃无能之辈啊。啊。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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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那日与文丑激战数十回合的无名小卒，正好来做我刀下亡魂。撤！驾！吁！吁！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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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吁！啊！怎么又是他？谁能将其擒之，必有重赏。看来我真是慧眼识英雄。
公孙这营中竟然有如此混账。多亏兄别来无恙。嗯，多亏贤弟出手相助，为兄险些吃了大亏。哎，不贵兄是吉人自有天相，再加上身边有诸多良才，自然是有惊而无险啊。要不是你和兄弟们出手相助，这一劫恐怕就不是惊险那么简单了。看来为兄的迎敌退攻之计用到尽头了，哈哈，得换个打法了。哎，玄德贤弟为何来到幽州？不提也罢。这诸侯啊，进攻洛阳，可谁知啊，各怀一心，才令董卓和吕布挟天子迁都长安。现在这董贼大权在握，再加上吕布为虎作伥，看来我这大汉还一时半会儿不得安宁啊。回营。请。快马急报，公孙瓒和袁绍在盘河界桥一带打了数仗，各有输赢。他们现在谁也吞不下谁，僵持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本来指望他们两个打个你死我活，两败俱伤。哼哼，现在可倒好，一个比一个怕死，谁也不肯出去拼命。一帮乌合之众。袁绍和公孙瓒现在谁都不愿再打下去了，只是苦于没有台阶可下，故而僵持。如果太师能以天子之命给他们下诏，替他们调停，两人一定会感激太师，将来多少也会让着太师一点儿。好，这件事你就去办吧。诺。小姐，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刚刚去街上买针线，听人说袁军与公孙军在盘河大战了一场，有位姓赵的小将刺杀了袁军大将，致使袁军大败。真的吗？姓赵小将，难道是说子龙吗？嗯，是真的。坊间盛传这位少年将军身着白甲，头戴银盔，跨白马，持银枪，是赵公子没错的。没错，是他，肯定是子龙。真是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会有所作为。感谢上苍保佑，感谢感谢感谢上苍保佑。就是这样。赵子龙。盘河首战，赵子龙与文丑激战数十回合，胜负未分，因此一战成名。隔日再战，公孙瓒派严纲与屈意一战，没想到几下就被屈意砍倒。屈意乘胜追击，一路砍杀公孙瓒到山坡，却在最危急的时刻，斜刺里忽然冲出赵子龙，没几个回合便刺死屈意，救下了公孙瓒。这个赵子龙，名不见经传，居然能和袁绍手下第一猛将文丑打成平手，最后还将居易斩于马下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这个赵子龙就是当初在真定县组织民团对抗虎牙山贼的那个人。哦，还有他还是让小姐念念不忘，甘愿留在真定县迟迟不肯回来的那个人。赵子龙这次取胜全凭侥幸，我跟他交过手的，他绝非武功高强之人。这次他能战平文丑，刺杀屈意，全是拜他手里那副神兵百鸟朝凤枪所赐。你说什么啊？
你刚才说他使的是什么枪？哦，百鸟朝凤枪。听闻此枪一丈二尺，骑的是前三后七，环抱二尺，枪身为金刚镀银。啊，镂空雕的是百鸟朝凤图案。镂雕百鸟朝凤，莫非他使的是当年月渊那把枪？你认为你在我面前还有必要戴面具吗？你以为为师认不出来你了吗？师父，求您把月翼百战术传给我吧。你如此大费周章地接近我，拜我为师，难道就是为了得到这本兵书吗？月翼将军，把毕生的战法兵术汇编成书，就是为了让后人研习他的兵术。您有兵书但是不用，为什么不能传给我呢？你不配拥有它。为什么？如果我得到兵书，研习其中的精髓，今后我一定可以报效朝廷，造福黎民百姓。够了，一派胡言。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，这本书如果落到你的手里，那是百姓之祸。师父，我无需再言，你走吧。现在我们师徒份上，我也不想难为你。既然师父心意已决，徒儿也就不再强求了。混账东西，竟敢使出如此下三滥的招数！老匹夫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杀了我，得到兵书吗？我知道我打不过你，所以。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，我是看清了你了。交出兵书，我饶你不死。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得不到这本兵书。上！孽障，你休想得到这本兵书。百鸟朝凤枪和兵书与月渊是一同坠入悬崖，如今此枪重现，那兵书也应该有下落了。赵子龙，常山真定人士，姓赵的。快走！我不走！快走！爹，我不走！
快走，柳山！师娘，快走！师父，快走啊！ 赵安，赵子龙，难道赵安的儿子？爹，您找女儿有事？青衣，我现在终于弄清楚，你留在真定迟迟不肯回来的原因了。你一直在抗拒高泽的婚事，是不是已经有了心仪之人？ 您是听谁说的？我不仅是听说，我还知道他的名字叫赵子龙。爹，今日我听说赵子龙于盘河一战大显身手，助公孙瓒打败了袁绍大军呢。这件事情我也略有耳闻，杀了居易，救下公孙瓒。 咱们常山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英雄好汉？那还不都是因为爹智力有方，我们常山郡才会人才辈出啊！少拍马屁。爹，我问你，这赵子龙是何许人也？你可曾了解？他父母双亡，无兄弟姐妹，其他事情我知道的也不多。他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吗？还有一对异性兄妹。 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发小。那他这一身高强的武艺又是师从何人？是在……是在他师叔的点拨下习得。师叔？对，他的师叔叫李全，也是常山人。青衣，你从小在我的身边长大，耳濡目染。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一定不会差。爹，那您的意思是不反对我和赵子龙做朋友？你少给我下套！我没有任何意思。知道了，反正赵子龙是可用之才，我想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 那要是没什么事，女儿先行告退。等等，青衣，你很久没有见到你宝月姐姐了吧？不如这一次，备些礼物去幽州看看她，顺便帮我也看看你公孙伯伯。真的吗？那女儿这就去准备。不过。 还有下文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如果这次你能看到赵子龙的话，帮我问一问他，愿不愿意到我的军中来效力。您说的可是真的？如果他愿意来我军中效力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他。多谢父亲大人，女儿这就去准备。去吧。 公孙瓒和袁绍又交战数合，互有胜负。公孙瓒有意掘开盘河、滹沱河，水淹冀州。赵云为百姓所忧，极力劝阻。公孙瓒对赵云大为不满，请麻烦帮忙通报一声，就说常山赵子龙携弟前来拜见玄德公。请二位稍等。 我看这三个人也不是什么厉害人物，随身的军士不足百人，咱们干嘛要特地来拜会他们？不要胡说！当日在山谷里被援军所困，若非他们三人前来救助，恐怕我们早已死在那里。更何况玄德公乃汉室的宗亲，他是汉室宗亲啊！想当初诸侯联军与董卓在虎牢关前大战，那吕布、勇猛难挡，多亏了刘关张三位将军。
才击败了吕布，压下了董卓那嚣张的气焰。哼，三个人，一多七少，这也堪称美谈。你不懂，就不要乱说。待会儿见到皇叔，不可失了礼数，知道？嗯，是。在下赵子龙，拜见刘皇叔，拜见两位将军。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子龙兄弟啊，你来的正好啊，方才我们都在谈你呢。谈起我？没错，方才我们还谈到，不知那公孙老儿走到什么狗屎运，居然能得到你这样一员虎将。易德，不得无礼。哎，子龙兄弟，来，里边聊。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。这常山地方虽然小，但是赵云组织乡民义勇抗击山贼的事情早就传开了，我们三兄弟也早就听说了。子龙兄弟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呐。啊，皇叔谬赞，赵云愧不敢当。俺说你年纪轻轻，是从哪儿学了这么大的本领？改天给你张飞哥哥比划比划，好让俺掂量掂量你真实的实力。哎啊，易德，来者都是客，我们不得无礼，要好生招待。哎，大哥，俺可没有旁的意思，俺这是早闻袁绍帐下的文丑十分了得，但是面对子龙兄弟，却久战不下。俺便想，俺要与子龙兄弟较量，一旦胜子龙，那不就等于胜了文丑啊？三弟想战胜文丑，还怕日后没有机会，何必再次挑衅自家人，伤了和气？赵云与三位仁兄一见如故，怎会伤了和气呢？如果有机会，赵云也想和易德兄切磋一番，到时候还请易德兄高抬贵手，多多指点。子龙兄弟果然是虚怀若谷，气度非凡。啊，兄弟今日一见，相见恨晚呐。二哥，你看大哥跟子龙兄弟如此亲密，看俺老张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正所谓英雄惜英雄。禀主公，公孙将军请您参加今天的庆功宴。哦，传话过去，就说稍后我们就到。诺。子龙兄弟，这次战役你功不可没，不如这样吧，随我们一同赴宴如何？哎，不要这了那了，有酒有肉，不吃白不吃。走走走啊！好。来，喝。这段时间，若非玄德相助，恐怕败于袁绍老贼。来，好，愚兄敬你一杯，喝。不必客气。干。干。
严城，这公孙瓒真是忘恩负义，你当初就不应该救他。此番盘河之战就属你功劳最大，可是却受他如此冷遇。不要再说了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我们做的只是我们自己分内的事。可是我就是不服啊，接连几次阵前立功，可是他呢都不正眼瞧你一下，这是什么待遇啊？记住，千秋功业不在一朝一夕。都坐。把酒都倒满了，继续喝。子龙，这酒你还喝得下去啊？人家庆功庆的不是你的功。走。失礼失礼，他喝多了，我先扶他回营。来，喝，喝。我看咱也别在这儿待了，那公孙老儿根本就是个势利眼。燕城，我一再劝你，只要我们做事脚踏实地，把自己做好了，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眼光呢？更何况这几战都是我擅自介入，事先未得主公的首肯。要他首肯，要得到他的首肯才出战的话，他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子龙，恭喜啊，你近日表现与以往相比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全军上下都在盛传你走马战区域一事呢。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平步青云的。什么平步青云啊？你父亲目中无人，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。你说什么？我爹他？严城，再胡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倒是对我不客气，他对你这样，你替他这样说话，要是没有你，他死多少次了？够了！哼！我爹太过分了，我这就找他问个明白。哎，郡主，今日之事，微不足道，本来就是严城，小题大做罢了。子龙，你真好，你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一点都不恃才自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我爹这么对你的。郡主，伯贵兄啊，这援军退走，我军不如乘胜追击，打他个溃不成军呢。不可。嗯，今日连续交战，况且援军退走，恐怕有诈，万万不可中了他的诡计。他现在得以喘息，还有颜良、文丑两员上将，想赢恐怕不易啊。颜良、文丑不足为惧，这援军退走，士气稍挫，我等此时不打，又更待何时呢？就是就是，有俺们仨兄弟在，怕他做甚？打！有你们三位兄弟相助，余兄还有何惧怕呀？只是，实不相瞒，本侯刚刚收到天子遣使传召，劝我与袁绍即刻罢兵言和，择日回京复命。伯贵兄是想要奉旨行事，可有没有想过，这正是董卓之意呢？